是金韵富饶，所以它里面的基底啊，你可以看到它就是金光闪闪，所以它就是檀香、木质调、松针这样子的味道为主，所以它就是会让你觉得很，因为我们都在讲以土生金，对，土生金，对，就是土型的概念是以土生金，所以一定是要用土型的能量，然后让你的磁场可以生金出来，对，好，那我喷咯，好，真的吗？好，真的真的很香哦，往我身上喷好了，没有往我身上喷，老师都喷，老师全部喷给我，大家都喷都喷，再喷一下。那要洽谈生意啊，你要进会议室之前，你就可以把招先用这一盆这一瓶喷完之后，再用这个。这个很厉害哦，因为像我真的就找到车位了。那像我们刚才那个，我们宝宝们他们都想要就是一些些的小费用，比如说小费啊，你要去做业务的，还是做像我们表演的，好，来这一瓶我们就带着。对，不是叫你喷客人哦，不是哦，来是环境，对，环境，环境空间喷雾，对对。那持续的开运，持续的让你的磁场能够变好稳定的话，它才能够帮你吸引正面的能量。我们这里面其实还特别，除了檀香之外，大家都知道檀香是招财嘛，我们里面还加了没药，然后还有再增加了琥珀。那其实没药啊，它是除了在我们东方里面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圣的招财的宝物，是，其实它在西方，比如说盖庙，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木头啦，对，他们盖他们的圣堂或什么的，以前就说一定要找到没药这个东西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木头，那它其实可以让你很有力量的，然后也有点疗愈，然后再来是琥珀，大家都知道琥珀是很难的，它是千年以上才有办法形成，没错，所以我们是用琥珀这样子的味道来把它加在里面，所以它是让你很有阳光，是我们包装的，它是要让你很有阳光，很有力量，正能量满满的进来。